当我手机收到一个震动提示，说有一份从瑞典寄来的快递的时候，我心说要么是在宜家订的柜子到了，要么就是那台相机到了。于是呢，开始我最漫长的一个星期的等待。当哈苏 XRD 这台新的中画幅5万相机包装摆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久违的对于器材的小激动小期盼它又回来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开箱啊，对于相机的新品期待和新鲜感随着时间逐年下降。谁不想让自己对于摄影相机一直处于兴奋和热情呢？今天这个开箱视频呢，我就说说当我知道这台相机即将发布到拿到这台相机的第一眼，还有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毛沃文。关于这台相机，我最早得到的消息其实非常有限，只有一套正面的照片，还是只知道它是1亿像素。机身上啊，对比上一代的银灰色变成了更低调的黑色。我隐约觉得这台相机的市场定位啊，应当不会只停留在高端商业摄影和资深爱好者这么简单的层面。现在的灯光、后期技术的进步，还有传播媒介的变化，让商业摄影对于相机的依赖，我觉得是越来越低。资深爱好者就更甭提了，当人人晒出的照片都打上徕卡 logo 的时候，玩摄影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呢，我对于 XRD 的也就更期待，对于哈苏的研发团队呢也是捏了一把汗。东西到了，找一个良辰吉日打开包装，就一个字，纯粹。哈苏的 XRD 纯粹到什么地步？掀开相机的侧盖，只有一个 USB-C 接口和一个存储卡插槽，没有 HDMI 输出，没有麦克耳机接口，甚至没有闪光灯同步接口。没关系啊， XRD 呢是使用镜间快门，用热靴银闪就很容易兼容各种的外接闪光灯。它似乎是去掉了一切跟拍摄照片无关的东西，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哈苏最辉煌的胶片时代，回到了摄影的本源，让我开始有点期待这台专心用来拍照的相机怎么样了。适合什么人用，咱们换一个思路啊。当中画幅相机下场到马路上，降维打击街拍和旅行摄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那种秒天秒地，天不怕地不怕了？扫街还是扫街，1亿像素的消防栓，1亿像素的垃圾桶，量变终究会引起质变。如果您玩过10年以上的摄影，或者是经手过3台以上的全画幅相机的玩家，哈苏 XRD 在手，那种轻松刺破摄影边界，用1亿像素重启对于摄影的新鲜感，用1亿像素填满对摄影器材的精神依赖。1亿像素加上成熟的哈苏的光学的表现到底有多夸张，也许会颠覆您对于画质细节的认知。看几张照片啊，在渔人码头上随便捏下一个钓鱼人的路过的身影，放大时候能够放下锋利的鱼钩和鱼线上这个晶莹的水滴。您知道不知道蝴蝶其实是有羽毛还有鳞片的，还有呢树叶间正在织网的蜘蛛。对比之下呢，你就发现人类的肉眼的视力真的是弱爆了，自然界有那么多漂亮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就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摄影的题材和眼界就打开了？中画幅曾经是慢的代名词，操作慢，对焦慢，拍摄慢，生生把这种摄影需要捕捉瞬间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慢条斯理，哎，假装花时间思考人生的艺术。当哈苏 XRD 被赋予了需要快速反应的街拍的属性的时候，它能胜任吗？摄影的三要素，光线、构图和瞬间，看看哈苏 XRD 的表现如何。使用体验，怎么说呢，稳，敢带出去街拍的相机才是好相机，这么贵重的相机却低调的像一个普通的无粉相机。一台小小的相机在手，结实的却可以防身。铝合金机身呢是由精密五轴的数控机床 CNC 切削制作，从上到下都是这种硬邦邦简约的设计。你看佳能那种铝镁合金，它是高压注塑工艺，突出的是金属的薄和轻，但是 XRD 这个就是扎实，不敢说啊用它能来砸核桃，但是拎在手上跟其他器材磕碰起来肯定不吃亏。 XRD 的上翻屏幕是我用过的最结实最硬核的上翻的 LCD， 整个 LCD 面板的硬度呢就和它的机身一样，工业级别的强度的产品。但注意一点啊，它只能上翻，它有40度还有70度两个纤维的位置，
很方便低角度拍摄，但高角度俯拍呢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在街上拍照的时候，从这块巨大的 3.6 英寸的屏幕上这个低头取景，也许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你在拍照。赶走夜路的相机才是好相机，黄昏日落霓虹初上的灯红酒绿时间，那是最佳的拍摄时间之一。哈苏的 XRD 呢有相当可用的高感，还有机内五轴七档的机身防抖，这块4433背照式的传感器面积呢比全画幅相机整整大了1/3，这块巨大的传感器呢也分担了1亿像素的这个密度的压力。在最低感光度64时候呢，画面很纯净，感光度800的时候100%放大，我觉得还算是干净。上升到 ISO 3200和6400这种高感呢， XRD 对比6000万像素的全画幅的相机， XRD 我觉得它表现的是颗粒感，而彩噪明显是更低的。如果1亿像素把它收缩到50%的比例来看呢，那噪点就更加不明显了。我本来对 XRD 这个机身的防抖本来不抱什么希望，心想这么大一块传感器在做运动防抖补偿的时候惯性太大一定很吃力，但是比较出乎意外的是1/4秒的手持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成功率，甚至手持1秒2秒都能有一定的成功率。中画幅呢不再与三脚架画等号，这绝对是让人笑出声来的。敢随心所欲按快门的相机才是好相机，1亿像素存储量绝对是海量，在 RAW 格式每张照片的文件量是217兆，就连 JPEG 格式 JPEG 啊都是70兆到80兆一张，图像的细节是保住了，但你想想摁三下快门这就是1个 G 啊。 XRD 的内置 1T 的 SSD 存储器可以拍4000多张，出门不带卡我觉得也不怕。以我平时的拍摄量，这 1T 的硬盘足够拍摄1个星期的。卡槽呢是使用 CF Express B 型卡，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分配，拍摄量不大的日常记录可以使用存储卡，随考随拍，省去了机身插拔 USB 的麻烦。但轮到数据量大重要的场景呢，就是卡和内存双备份，除非你把相机丢了，否则数据一定是安全的。所以这颗硕大性感的 CMOS 稳稳地隐藏在相机之内，随时等候决定性的瞬间的出现，伺机而动。拍摄过程呢，可以说是隐蔽、稳定，而且过瘾。记得之前用过的中画幅相机呢，开机的时间都比较长，几秒、十几秒。虽然啊，这个咱人生不差这几秒，但是就跟玩游戏的时候，技能吟诵时间过长，哼哼唧唧老半天了，这个画面还没开机，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技能数点错了。XRD 基本上是属于开机即拍，解锁开机按下去之后呢，3秒之内绝对能让你拍下第一张照片。快门延迟和黑屏时间呢，都缩短到跟主流无反相机一样，没有了那种粘滞感。XRD 的扫街拍摄呢，不用预留太多的准备时间，看到什么走过去，咔嚓一张就可以了。这次跟哈苏同时发布呢，是有两款全新设计的 X 卡口镜头，一只就是我镜头上装的55毫米 2.5， 另外一只呢就是38毫米 2.5， 跟全画幅等效视角差不多是43毫米和30毫米。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我比较喜欢和擅长的焦距啊。两只镜头基本上是按照 XRD 的使用场景特性而设计的，解析力、锐度、反差，包括炫光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体积比上一代镜头呢要紧凑轻巧了很多。机身上的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切换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推环式的设计，在确保镜头体积不变大的情况下，在自动和手动之间切换操作非常的简单和直观。这个按压相机背后的一个拇指的波轮，画面放大100%显示，让你手动对焦绝对不出错。两只镜头呢在靠近机身的部分啊，增加了这个快速自定义的这个控制环，常用的光圈、快门、感光度、曝光补偿、拇指转换都可以自定义上边。我个人习惯的是使用 ISO 设定，这样的话光圈、曝光补偿和 ISO 最常用的设置在机身上触手可及。而且呢 XRD 的菜单优化非常精简，触摸屏呢基本上在2次之内就可以达到常用的拍摄的设置。XRD 的1亿像素啊，其实让工作压力最大的其实就是对焦，哪怕对焦有1/4的偏差，你100%放大的时候绝对让对焦的误差一览无余。XRD 呢是相位对焦，294个对焦区域覆盖了大概 97% 的范围，对焦速度和前代有比较明显的
量级上的提升，官方宣称是比上一代快了3倍。我个人觉得，如果把对焦从0到10打分，零是纯手动，十就是像索尼 A1、佳能 R3 那种，哎，拍飞鸟抬手就有的话，这个 X2D 的自动对焦速度，我觉得能在6、7左右，应付街面上能动的东西，比如像行人、汽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X2D 呢，触摸屏呢可以直接选择对焦点。全时手动对焦补偿，哎，可惜没法让你看到这个取景器里边手动对焦辅助的指针有多明显。有机会呢，您自己去实体店里感受一下。X2D 的画质啊，在哈苏自然色彩科学面前用语言描述，我觉得都是多余的。16比特超丰富的色彩呢，让色彩过渡的非常的平滑自然，而且饱和。高动态15档的宽容度，这画面的细节啊，据说哈苏为了让这台相机的色彩保持一致性，对传感器的每一个像素都进行了标定。哈苏 X2D 的色彩深度与动态范围，让一张照片可以在彩色和黑白下边都有强大的生命力。您自己感受一下啊。照片的原片我放在链接下边，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下载下来自己感受。总结啊，时间有限， X2D 的使用体验呢远不止这一些，以后我还在节目里呢还继续讲一些更时尚的使用的体验。 X2D 不是第一个上亿像素的相机，大胆猜测一下，我觉得2023年是1亿像素的元年，估计各个品牌也开始或是准备开启自己的亿像素时代。哈苏树立起一个我觉得不错的标杆，用久违的画质证明了1亿像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让使用者明白，其实除了一位提高了像素以外，相机的设计定位、光学素质、色彩操控方面都可以点燃使用者的热情，这才能 让产品呢有生命力。要说到一亿像素的这个使用的场景，正好这两天家里装修，我在我们家厨房门框上呢 有我女儿从小到长大了的这个每一月升高的这个刻度。当时因为装修要把门框整个重新粉刷，所以呢就用这张一亿像素的照片记录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张照片，也凸显了一亿像素的意义。好吧，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了一下哈苏 X2D 这台相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给我评论留言。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马王文，咱们下期再见。